它是这样啊、哦。可是写的时候你看这个一个两个这一点看到吗？这一点啊，就是这个口啊，口下去了，它这边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口看到吗？这个口它是这样的，啊、哦，这个口它这边推上去，下来，一个口两个口，啊、哦，然后这边呢，这边写这个，啊、哦，我们也讲过这若有出现这个的话，它音调什么？音调平，也讲过啊、哦，对，所以这个啊我们。再提醒一次没问题，所以这个书怎么写呢？它是这样，长风吹上去，吹，它这样写没有问题啊，吹，移。移啊，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写这个移的话，你发现这个是长风，看到吗？这个，这一画，那是长风，哦，这个明显吧？这个就是这样，看到吗？长风，往这边下来，按下去，连走。照讲这边上去也是长风，可是它真的是长在里面看不到。啊，这门洞是这样，你用这种起笔的方法的话，它是很容易处理的。这个呢没有，折笔下来推下去，没问题。啊，这一画它是怎么呢？它是先写这画先，按了上去，你看这个可以，你看它这个转的时候啊，你看这个转笔嘛，它这边呈上的，它这边上去，你可以来张风也可以，如果你不要的话，当然有时候也这样也是可以，好，要看看这边的情况啊，这边如果你练成一个张风的习惯，很有好处，这边上去的话，那这边走一个两个。三个推下去，然后这边过啊，不当然这个你要写得很长，不然的话有时候这边不够，所以你看啊，我把这个字写的它是这样，还是这样啊。这个行就容易了，行你看啊，那这个它基本上是陆风，这边走的它是陆风，然后这个也是陆风，这边呢，它基本上没有长风，啊、哦，浅这个浅你看啊，它这边走顿，推上去，这边按很重，下来按下去。对，走这边走，它还是这样。你看这个，看到这弯吗？这边啊，它是这样。好、嗯哦，这个墨它有一点改变，基本上是这样的。这边你看看。你看、啊，我基本你习惯了这样、啊，用这个，没有问题啊、哦。OK， 这个堵，你看、啊，我们今天集中那个出风的那个用笔，它是这样，你看、啊、这边走，可以这边下来。
啊。啊，这个也是，你看啊，如果你看看清楚啊，那也是看到一个长风嘛。你看、啊、这边走，你这个 你一定要转上去，因为它是另外一个笔。好、哦，看这画，很平啊，很平。这个枝啊，它应该是这个枝的，一个口啊。哦，可是这个口啊，它把这画写得很长啊，就变成很长啊。这画，它写得很长啊。啊、哦，它其实应该这边就很长，它写得很长。枝，你看在枝。枝，你看，如果你写的，它写的很长，一个口，再枝，油，油，你看啊，也是有长风，看啊，这个长风，啊，那就没有，所以你把这个走的时候，它是这边。它这样转，这个，你们上去，对上去，哎，这边啊，这笔，这边，好，这个谜，这个也是长风。啊，他怎么走了？啊，你这里哦，我们可以连接这样子下去的吗？还是要一笔一笔一笔的？连接可以，这个牵丝了，这个是吧？是吧？这个里面可以，哎，你看，啊、哦，啊，这个要讲一下这个字，这个字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这个字它本来是这样的。这个，它是这样的，看起来是一个横，里面是一个横的、啊。可是这个横，如果你写一个横的时候啊，你这一笔啊，就要写成这样，因为它原来是这样，啊。不过有时候我们写的时候啊，我们每次写成这样，你看，就写成两个横。比如说，因为我们写这个时候每次都是这样嘛，两个。我们这个没写成这样嘛，因为没写成这样啊，每次都是这个，好像拉过来这样啦、啊，这样，哦，所以有时候两横，有时候一横，写成一横的时候，它动能就是这样，一横，好、哦、，it means this stroke on the stern 啊，哦，那个 stern really counted as one stroke or not？ 它这也算 stroke 啊，这算 counted as one。所以要你往外走，好，啊，头大，心大，哈哈哈哈哈哈。But this word, we write almost the whole year, right? The year is ending. 哈哈哈哈哈哈。头大。But sometimes we okay 啦。在字由谜，这个谜呢是这样的，它是两点先啊，那谜底是两点上去啊，一点。这边下来，这边下来的时候，你这样左转，这边上去啊，这边上去啊，那这个是没有，它没有长风，它是这样推上去一点，它是这样啊、哦，那笔数是这样啊，所以通常这个也是可以长风，有时候当然你看是不大像，不过它你看它有一个圆圆这样。就比如说那个它推上去啊，它推的它这样推，就我们写的时候，对，上去啊，啊，谜啊，它是这样。啊，说到这里了。啊，今天看我已经去发了，够多了今天。啊，够了。你也求饶了对不对？我上礼拜求饶，竟然没人帮我。哈哈哈哈哈。OK， 我们把所有的写到完成。
不过今天是我们还没有中午，不过今天是因为我们讲那个拱神，那个线条的质量啊，这样质量要把那个字形基本来的解决掉，然后那质量就走在御笔的时候停顿那个承上启下的那个动作，然后提按顿笔全部把它融合起来，下个星期我们把整个那弄完了，谢谢谢，这样我们花几个星期啊，就一直消化这个，消化这个，就我们为了准备我们写一个章法的准备，可是我们写一个章法的准备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基本的概念啊一直重复重复练到它能够，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章法啊，可以了啊。好了，我现在我把这几个把它写完了，像我写的时候啊，如果你看啊，如果我连贯的写的时候啊，那有时候当然没办法做到我所讲的那个东西，可是基本上啊，我的用笔它我不管它有没有做到，那我有时候不管，那有时候出现这样啊，那也不管它，比如说反正我用笔这样子哦，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了，就上去这个就够了啊。你看，基本上如果用长锋的话，我都会用，啊，只是说，当时有没有办法做到那样，那你不要去管它。是啊，不过你看啊，我停顿啊，的那个用笔，我还是有应用的。水按推上去，对，水移转，货，你我的货，这个其实不一样，我习惯了，度，
在。推上去，好，就是这样，所以。